眼前这两杯毒酒毒性不一，有深有浅，其中之一乃是我派赤魂蝎毒，由七年的蟾蜍蝎子毒液炼制而成，服用之后一炷香之内，高热狂躁，经脉扩张，爆裂而亡。而另一杯嘛，下的只是普通的蛊毒，重治身体百骸皆痛，却不致命。我要你们二人各自挑选一杯饮下，只要喝了，此事便一笔勾销，再不追究。 只不过你们二人之中必定有一个人会喝到那杯穿肠的毒酒，到时候只能怪自己运气不好，莫要怪我无情。掌门一言九鼎，可会信守承诺呢？那是自然。你倒是一点也不怕死啊！不管今日所成何毒，我都相信血谷主会把我治好。闭嘴。 你以为誓约派的毒是闹着玩的吗？请吧。霍展白，你干什么？好巧不巧，在下今日酒瘾犯了，这两杯酒便让与在下吧。霍展白，何须你来逞英雄？ 你凭什么替我受过？凭什么替我做主啊？血谷主，这七叶明芝本就是我所求之药，也是我潜入誓约派取来的。本末源流皆与你无关，所以这两杯毒酒都应该由我来喝。只是待会儿还得求你替我解解毒，或末今日的小命便交于你了。 你倒是挺相信我，我要是解不了呢？掌门，不知七叶明芝是否能留在谷中了？算你有胆，从此以后，誓约派上下一干人等不会再一次为由为难你们二人。是掌门，多谢掌门。 若是你毒发身亡，便是你擅自做主，喝下那两杯毒酒，不自量力。倘若霍某今日因美酒加酿而死，那岂不是也死而无憾了？霍展白，霍公子，霍公子，没事。啊。 我只是想略施惩戒，未下猛毒，方才说的都是唬人的。即便是两种毒混在一起，也不会如此严重。有一味毒，它身中已久，却被他给风穴压制住了。莫非是古墓中的毒蟾砂？毒蟾砂乃是十年沙蟾毒液研制而成，毒性更甚，轻则封炭，重则当即暴毙。确实毒蟾砂。 速去药炉，热毒已入脏腑，一炷香之内，必静脉扩张，爆裂而亡。风力，须以澄江、华盖、潭中为主穴，自落放血。 来不及了，双红。哎，可谷主，快去。是。
把他扶起来。是。我这么从眉毛到下巴细细的瞧，霍七公子长得很是英俊，挑不出来一点毛病，怪不得谷主对他另眼相待呢。你以为谷主是你，他才不是因为这个呢。那是因为什么？